它呢 M 号就买 M 号 ，S 买 S， 它大概落在肚脐眼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最漂亮的其实就是它的裤头，它是做这种经典的侧扣，然后是双线，然后它车缝线的这个是米色线条。屁股呢，我觉得也帮你收得好好，而且有那种微翘臀的效果。再来整件一样弹弹的，一样弹弹的，所以呢，在我们居然家你永远可以买到这种非常舒服的弹力裤，又可以显瘦的感觉了。上下楼梯腿都一样长，都一样瘦，不会因为鞋子偷偷的把比例拉高。再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高161，它的长度对我来说落在全长。那你可以看官网 model 的照片哦，它有做反折，哇，也超时髦的，搭个跟鞋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看。